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公路者快跟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教练星宇，我将为大家讲解的是后手翻，有三个分解动作和整套示范的正面、侧面和背面示范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下面开始三个分解动作的讲解。第一个，向后甩腰，先用手碰到墙，然后这样甩腰，做第一个动作。好，正面的，背面的，这个甩腰动作将帮助我们的腰部的活动。第二个动作，也可以叫做下腰，就是进甩腰动作之后，双手扶到地上。好，甩腰动作之后，双手扶到地上。好，背面示范。第三个动作就是下腰之后，把脚从一面甩到另外一面。OK， 有做这样的一个收腿动作。第三个动作要注意收腿，第三个动作要注意收腿。给大家做个示范，好，正面示范。好，侧面示范。好，背面示范。今天这堂课呢，我们讲解了后手翻的三个动作，来整体示范。大家在训练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。